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。艾薇。小杨。OK， 现在我们准备要去林董家。要去林董家之前呢，我突然想到一个 content。林董家是不是有厨房？炸厨房。又要用来厨房。对，我就是要来拍炸厨房的 content 了。我突然灵机一动，我想到一个 content， 就是我们把我们各自喜欢吃的东西混在一起，做出一个炒饭，看一下好不好吃。可以耶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你要送给林董哦。有，我跟林董家了。林董家他喜欢吃的材料是午餐肉。所以林董的材料我已经买了，这个是韩国午餐肉。哎，好吃啊，这个。所以现在只剩我们三个人喜欢吃的材料还没有买，我们现在就去 ，Let's go， 去买我们喜欢吃的材料。Let's go， OK， 现在我们就来到 Let's go， 现在是 Lotus 啊，不过我还是喜欢叫它 Let's go。我也是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买各自喜欢吃的东西来当成炒饭的材料，我们就先让艾薇买哦。艾薇，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？辣椒。辣椒，那个是算很漂亮今天的打扮。哇，今天这么漂亮。妹妹，你要去走飞身秀啊？我妈在讲哎，去走秀。哇，有比上有。哇，哎喂。我就喜欢有奇怪怪东西啊。够厉害呢。没有奇怪的人就要穿奇怪的东西。因为艾薇是无辣不欢，所以她最喜欢吃的就是辣椒。再拿一包要吗？可以啊。来，艾薇。哇，选美美的。跟你一样美啊，看。这样很难找哦，应该是找不到哦。这个吧。OK， 这个就是艾薇选的小辣椒。OK， 现在我们再来买小杨最喜欢吃的东西。小杨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奇怪的人就要买奇怪的东西。我要买巧克力。巧克力？我听错吗？巧克力可以做成炒饭啊。可以。哎，你不要害我们炒饭变黑暗料理。这是你喜欢吃的巧克力啊？可以做成炒饭没有哦？可以。丢下锅就融化了嘛。对 ，OK。巧克力炒饭。哇，厉害哦！我们肚子应该会闹塞了。要准备保鲜丸。全味。啊，这个 ，OK， 这个是小杨最喜欢吃的东西。我看到这个巧克力，我觉得今天的炒饭应该是完蛋了。现在轮到我来买我最喜欢吃的东西，就是来给你们猜一下我最喜欢吃的。马铃薯。哇，厉害哦 ！OK， 现在我就去买马铃薯。我看到很多轮子哥在这边。哇，九毛便宜哦。现在所有的材料都买好了，然后最主要炒饭要有的是什么？白饭啊，所以底下我们就去买白饭。我已经帮 Yuki 买饭回来了。没有嘞，是我买的。OK， 我已经打包好，现在我们就出发去林董家。一、二、三。喂。林董，我们家来了！一转眼我们就来到林董家了。我从来没去，就是因为我们突然来哦。今天又是炸厨房系列，今天我们买了我们各自喜欢吃的材料过来，然后我把它交给你来炒饭来。我也准备好了你最爱吃的午餐肉。喂，谁？韩国午餐肉，刚吃完这个牌子的。喜欢的哦。好。最近这种出门的话，穿那种奇怪的。而不是小朋友。这个也是来炒饭的。OK， 因为今天我们来到林董家嘛，我觉得林董比我更熟悉他的厨房，所以我觉得我交给他来炒饭。交给你哦，来，你看一下我们买了什么材料。妈的，这个也是啊。对，这个是小杨最喜欢吃的东西。这两个出来我肯定是懂了的 ，Yuki 就很喜欢马铃薯了。然后这个呢，你傻了啊？没有，因为它无辣不欢。你不觉得这两样就恶心啊？有辣椒还好，辣椒还好，这个。妈的，巧克力杀了，这个真的。所以你有头绪啊嘛？你有头绪要怎样开始炒这个炒饭嘛 ？OK， 我有头绪啊，不过我还有一个助手帮我削这个马铃薯。可以，没有问题，助手是我们的小杨。来。OK， 我们的马铃薯要用切丁的方式，这样子比较容易炒。十秒可以削完它吗？不可能啊，十秒。来，二十秒削完。不可能啊，你看这个，林董买一个新的啦。哎，很快呢，我觉得可以耶，二十秒。OK， 刚刚好。哇，削一个马铃薯要20秒。哇，厉害耶，果然是 MVP。OK， 好了，确定啊。哎，还有辣椒，你帮我切两厘米啊。你这种。我看 MVP 的辣椒。哇，你看切到极美，还有马铃薯也切到很美。午餐肉我们也交给我们的 MVP 来切。午餐肉确定啊。OK。OK， 好了，来，做一个备料。巧克力。讲真的，我真的是不懂要讲切这个东西。哎，怎么？要偷吃巧克力，果然是吃货。OK， 巧克力6个，起锅烧油。我全程不讲话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我来讲话。你知道你今天累啊？不是啊，今天还是睡不够啊。可以，那我来讲话就好。你讲话？来。Okay, 你们来订阅我嘞，我2万了，快点帮忙一下，还差1000。你都不要讲话，还好意思叫人家订阅你？哦，讲话，来。Okay, okay, okay.
现在我们等油热了过后呢，来，我们先炒肉，五香肉。来，我们先给它煎炸，煎炸，给它备用先。我们也不要干炸太熟，因为你还要炒饭了嘛。你懂，炒饭最重要是做什么吗？脱裤子。脱裤子，然后就开始。鸡蛋糕。香味十足。哇，干香哦。干香啊，干香，干那个香。鸡蛋糕。OK， 来，现在煎马铃薯。OK， 来，马铃薯要熟，一定要看到它变成金黄色。你只有麻烦哇、啊、OK OK OK、啊、我怕马铃薯不见掉，不会啊，至少上面吧，好吗？你在野外呢。 OK， 来，可以捞上来了。 OK， 来，开始炒饭。现在我们开始炒饭了，叫艾薇过来。艾薇过来，我们要炒饭了。来了。过来，我们要炒饭了，要有艾薇在可以一起炒饭。欢迎来到麻豆频道。还有一个额外我们加的什么炒饭必备鸡蛋，所以我们就放鸡蛋。你要撒哪、啊？里面有水会喷啊。OK。哇！哇哇哇！哇哇哇哇哇！够力哦！哇，你最快的速度。哎，放白饭。耶、yeah ！哇！弄熟了，我们来下点姜青天，管你的姜子。然后我们要去弄抖音，弄非洲人他们炒东西，总是讲讲嘛。来，乌餐肉锅里刀。我懂了，我懂那个频道。乌餐肉锅里刀。鸡蛋锅里刀。OK， 接下来马铃薯锅里刀。啊，快点。等一下，要给它翻找翻找一下。Okay. 马铃薯锅里头，马铃薯锅里头。哇，如果不要放巧克力，我觉得应该是很好吃哦。哎、嗯哦，有这个熟嘞，我们下点胡椒粉。Okay. 胡椒粉锅里头，阿吉摩洛哥，一点点就好。那好吧，就这样煮会。OK， 来，小辣椒。Okay, 小辣椒锅里头。我操，好难呢。料理啊，这个各位观众准备好了吗？哇，来巧克力，巧克力锅里倒，咦呀！看起来融入那种味道，嗯，巧克力好一种。够力哦，这个真的是变黑暗料理哦。哇，那味道有点难形容了。哇，哇，我真的希望不要肚子痛哦。不会，相信我。来，翻一下，给来。起锅上菜。拿个碗来助手，边叫边念，擘开热气我。没有巧克力的小辣椒。你看，巧克力，哇，巧克力味道。哇，看中啊。对，非常意外的好吃。试吃时间。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啊。也蛮香的嘞。蛮香哦。嗯。你给他取一个名字，我们给美女取一个名字。什么名字？晴天霹雳。黑森林炒饭。黑森林炒饭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来试吃我们这个黑森林炒饭。我拿这边，我拿有小辣椒，我拿小辣椒。我拿巧克力。反正我喜欢吃辣，我拿小辣椒。很好吃哎。真的？嗯。甜辣甜辣，亮吗？嗯。很好吃。哎，有点麦片夹的感觉。巧克力配那个饭。不知道为什么嘛。你来看是水煮，而且我以为会很咸诶，不会。我不可以，我吃了巧克力味道，我不可以。做不到，你觉得不到？啊，那味道，那我麦片咸。讲真的，如果没有那个小辣椒跟那个巧克力的话，我觉得会更好吃。嗯，它还不算是完全是黑暗料理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OK， 十分里面给它几分？八分。我给它七分，你？满分。满分。但你是真的，几分？8.5分。为什么？要比你们多一点点，因为好吃。该想要给一个提议，就是叫你们留言你们喜欢吃的材料，然后我们下一集就从所有的留言里面选5个观众的材料，我做出一道炒面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OK。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感谢林董、艾薇、小杨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。